水去跟他搞，得死。一天到晚我事忙不完，我还一个个去标，我每加一个标，一个字幕的话，我都要添加一个程序，一个程序鬼东西的，搞了半，搞来搞去搞半天，我这都是做好了一块模板，我什么事情拿去过一遍就好。你以为我真的会那么费劲？我做一个视频，我那么费劲，我搞个屁！除非我一天到晚在做视频，就专业做视频，那无所谓了。那我就要学另外一个好一点的软件。这软件很差，我那个软件我会一点点，但是我不学，那个我也会用一点点，但是用不精。走，我等会儿拿个 SKU，我都找不清楚了。管你是哪一个，先拍了吧。底层，关掉。OK，算了。可以了，大哥。